哎，方丈，你看到那个来，讲什么随身碟、随身钱钱怎么样？哎呦，是不是那随身碟顶面哦，到什么微型炸弹那个来听？哎呦，你别念，紧张啦！那随身碟哦，我都已经看过啊，内底哦什么拢无啦，你这纸算白走的啦。胡K哦，刚是你。 是我，我总算是有个上线了，应该是有人把我的晶片甲电阻产品连线。真正是你？你最近刚好？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哪有可能好？我真正无想要甲迄个人搁联络去啊！辛苦你啊，嘛委屈你啊，我请恁大家出警，一定真危险。 靠我，我实在就是要有办法回去。你莫着急，这嘛不是你愿意的啊！我有拜托超越去找看卖你的晶片伫倒位，看江道行是藏伫啥物所在，啊，毋过拢找无。对啊，既然你即马有法度搁连线啊，你敢知影你连线这个电阻产品是伫啥物所在？安尼我就会当去求你啊！啊，真歹势。 我是利用晶片讯号甲电阻产品讯号连接，伫个电阻网络的世界，才发到随着你的后背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知影我家己到底伫倒位。你有听到餐厅遐讲有啥物声音无？我耳光当我无听到。啊，我听到，我来看看。 对啊，搁有一件最严重的代志，根本是一定耽误你对 DNA 疫苗报告的回答。啊，伊迄边哦，就足着急的，而且感应团队毋是你，根本无法度处理。拄则金博士互我最后期限是三天。啊，我想着啊，真简单，你马上用另外的电话敲金博士，我直接甲伊讲。好，我即马去摕备用机。 电脑，那机器叫啊！Boss，可以通话视窗呢。嗯，您怎用这台电脑打电话呀？无啊，无啊。来来来，你先把这电脑关机好不？ 我等下先收拍电话。我今日卡，K勇，K勇，你哪会搁切断啊？伊厝边请你阿便当，我是要怎甲伊斗相共？世界遮尔大，要找一个人就已经足困难，搁再我即摆是要找一个。 一个晶片尔，这啥？拄则可以用讲会想办法去了解伊即马伫啥物所在，那呢这应该就是一团线索。我若是会当找专家来破解，我就会当知影伊即马人伫倒位啊。经过我解码了后。 地点计算数哩，你看。这看是不是 IP 位置？这应该是经纬度坐标。我唔对，确实是经纬度坐标。你的平面的纬地应该就是这。我看坐标位置传互你。多谢你，今仔就多谢你。喂，小怀，什么代志？ 李嫂，你敢有带我出去？无啊，我无带伊出去，是安怎？妈无去啊，我死计找无因嘞，大嫂无讲，无看到妈，即马是要安怎才好啊？妈，已经惊醒啊，你莫叫我吓惊。小花，你妈呢？莫打电话伊。
喂，姨姐，我这是阳光和平公园，我有一个熊仔，伊搬楼梯，你紧派一个救护车来，多谢。哎，不亏啊！这不可能啊！妈，你袂当死啊！妈，妈。少爷，啊，那这个时阵还阁打电话过来？是啊，我嘛是啊，我是要安怎才好啊？这嘛是咧讲啥？幽香随死啊！你先别讲，我先别讲，我先别先看。余香水，哎呀，别讲别讲别讲，我们大家拢有听到，咱紧挂过，给。家峰，行，你买进来。家峰，那是你妈呢？你给我叠一下嘟嘟。妈，你拄只不是伫我梦中，甲我生到这么欢喜，哪会让我都想袂开啦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妈，你紧清醒啊！你紧清醒，你莫甲我下惊啊！妈，妈，我真正醒过来啊！刚才感应团并不骗我，想袂到这假死的药啊！阁会当予我听会着，感觉会着，只是袂顶袂当，我都做出反应啊尔。希望这招真正有法度改变局势。阿姨的要离开啊，咱家迄上界珍贵的破人，要留予你做纪念。你若是阁安尼一直自责，你是要予阿姨烦恼阁行袂开脚是？爸，算我妈给我累不？我无需要留作纪念，就让伊陪伫妈身躯边。阿婆，妈伤过孤单。阿姨，那安尼啦，我就讲我已经在处理了，你哪会这么冲动，想袂开？才给设计的，那不是你一直拖时间，唔去回答金波所有问题，那要把整个团队拢撑死，甚至乎白骨烧炸。是你，是你造成吴志聪离开上大的危机。啊，一定是感觉就特别去尴尬，你嘛无想要目睭紧紧看吴志倒去，所以才会选择离开。是你害的，是你害害死，是你害。我都专心专意去处理太空实验室的代志，这么想都了解的啊！原来金博士的团队对吴志来讲这么重要啊！我原本了准讲会当应付问题，会当拖着金融拖，还撇免爸把手伸入去吴志集团，想不到我煞变作险险害死尤总裁的凶手。阿姨。是的啦，是我想过很慢，无第一时间就处理好势，害你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，甚至为着把一切罪过打落来，选择走向绝路，是我做唔对，是我辜负阿姨对我的期待。江英团，算讲我对你有期待，这届我爸父甲你白纸乌字，你上好讲话算话哦，啊若无？
我做鬼也袂帮你说。你啊，你妈在拍家己啊，会疼啦。妈妈无希望看到你安尼自责啦。你唔免关心伊，即摆咧想啥我知知啦。过节无用，互大家看尔。是啊，来啊，我拜，是啊。阿弟，阿弟，天妈姐会，要坚强。刘香水。咱只想社会稳稳，全部拢化解。以后你的后生，尤其是少年，我一定好好替你照顾好。所以就安心啊去，卖顾任何牵挂。想要甲我扣分一世人的人，算是对我上真、上无私的人。只怪我当初想过贪心、自私。硬去搞金融，才造成这么多冤冤枉枉。天公伯啊，这次你来保庇我，会当躲过这关，让我有机会真正跟陈忠实和解，了解阮这世人的业力。你捌讲过，无靠我收你，你死嘛嘛无靠。那讲话不算话。家风，是家风的声音，伊来看我。我的宝贝后生是第一不甘我心。早知影顶个你笑我，是最后一摆啊！我应该出来，甲你相见较着，完成我真正一直甲你歹面相看。完全无顾虑，你心内是遐尼着急，要弥补咱母仔的感情。早知影，这重要的时间是遐尼短，我就要放下，亲自甲你所有恩怨，好好珍惜甲你相处的时间。我两个后生会当和睦相处，我杨香水总算完成我的心愿了。妈老婆子，伊讲话还袂死着无？我们过新郎那有可能老婆子？强哥哟，紧来，紧看麦。喘气，无心跳，也是无性命迹象。无可能啊！伊一定搁咧活咧。若无，伊哪会听到大兄叫伊一声骂，伊就会流目屎啦。你这个大神医讲的话，敢还搁有人相信？咱是不是爱送阿姨去给人检查一下？妈，我会坚强。我会照顾家己，千万唔通为我操烦。你靠袂住阿姨，还佫有一口气，你是靠袂住，较紧死。
无彩在姜家的时阵，阿姨对你这尼啊好，你讲也阁是人。那不是为了客友，我真正就希望即马就甲你拼，互你加一杯。